有五首歌，是 EPEX 的五首新歌，然后现在是可以买到实体，然后也可以去各大平台下载。嗯、他们有一首 MV 是点击率千万哦，知道？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好像两首都有千万，对不对？啊，嗯，很帅，谢谢，谢谢。你有任何一支影片是到千万的吗？我吗？啊，算我，我就不可能了。好，那我们的接下来这个，因为。他说是想要看翰翰表演吗？是，所以翰翰你当第一位 OK 吗？ OK。你知道有很多很厉害的小男孩来我们节目表演过跳舞、哦。嗯，是啊。你有注意过谁？麦特。麦特。麦特，你觉得麦特跟你的差别在哪？他比较会跳 breaking。那你比较会跳？就 hip hop。Hip hop， 那我们像我们要看你跳 hip hop 哦。对，但是要先问一下翰翰，你认为爸爸妈妈的年代的歌是什么歌？很老的歌。在你心中你会唱的老歌有哪一些？张学友的或刘德华的。哇哦，你是说吻别那类的吗？对。你会唱吗？不会。那你现在都听谁的歌？一些舞到，就一些就舞曲嘛，韩国现在流行的舞曲。对。韩团的歌曲、哦，那你有得过什么厉害的奖项吗？就 HHI 第三名。那所以你今天配的音乐是复古的音乐吗？对，是你自己挑的。老师挑的。老师有在现场吗？哦、老师几岁？四十。你是、哦、几同年代的？所以你听的音乐应该也是张学友、刘德华吧 ？LA Boys。哦 ，LA Boys。所以今天该不会是 LA Boys 的音乐吧？对，没错。哇，他们歌很嗨。Yeah， 期待，欢迎。加油！有向我致敬，对不对？对，头摩尖尖。你是不是其实不知道？对啊，你是不是其实不知道最后一首是谁的？哎呦，小 S 大 S SOS， 你知道吗？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不要传。你先传一下。就 Monkey 老师跟我说，这是谁唱的而已。你歌名不会介绍一下？占领年轻，占领年轻，占领你的心，征服年轻，征服你的心，头摩尖尖，头摩尖尖。OK， 但是这是时代，有一个时光隧道，他不愿意走过来，他站在门口观看。你不喜欢进入时光隧道是不是？你到阿姨这里来，快跟我一起头摩尖尖。怎么做？怎么做？哎呦，头摩尖尖的，是好久没看到这个。哇！所以刚刚哪一招是最困难的？嗯，全部都很困难，全部都很困难。就因为我现在跳的是没有那么 hip hop 了。你现在比较怎么样？现在比较有点走，大概走美国那个路线，就是模仿美国一些老师。
所以比较少在跳 hip hop， 然后现在跳 hip hop 就是幅度大，然后力道做很大，所以就有点累。Are you okay？OK， 你需要吸氧气吗？不需要，他喘的比麦克久很多哎，感觉有点发白了。我们现在问一下老师好了啦，因为蓝波老师跳这种复古舞最重要的这个精髓在哪裡？没有，他一开始的动作就很难啦，因为他一开始大家就是你还记得他一开始是什么动作吗？反拍啊，up down 是在上面，所以比较难一点。所以正常来讲就是下下下下，可是他是哦哦，哎呦不想输不想输，等一下干嘛？他们猜得出来他是做什么的吗？个 dance 선생님，就是 dance。他们说就是舞蹈老师，不是哎，不是不是 ，no。他是跟餐饮有关的，对对对，嗯，쪽이랑관련돼있어요。Chef chef chef chef。他是珍珠奶茶吗？珍珠奶茶。台湾最有名的葱油饼啦。什么？那是什么呢？파전집几个？他是葱油饼老板。파전집차장。어딘지알려주시면他说如果可以跟他们说在哪里，他们可以去光顾。哎呦，赶快赶快补开一间，马上开。지금당장하나오픈하겠대요。所以那他们觉得刚刚汉汉跳舞跳怎么样？일단은오제가18살때는그냥친구들이랑놀기만했는데12살때근데이친구는벌써이렇게춤을잘추는거보니까약간좀대단하다는생각을했습니다그리고저희매니저형한테전화번호를줘나진진이형그래서저희회사로진진이형회사로진진이형회사로如果不介意的话来到我们公司你觉得怎么样哎진짜电话等一下等一下他妈妈在现场哦，我们今天现场也得啊。妈妈，如果他去韩国发展可以吗？这是他是真的经纪人，不是诈骗集团。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留电话，留电话。去了。贺成娇。哎，我的电话，我也有电话，我也有电话。台湾需要你。好好，我留在台北。所以汉汉，你有可能到韩国去发展呢，你敢吗？敢，你敢？哎呦，因为之前就有被邀过，邀请过去韩国被邀请过，但是因为就没时间，所以就没办法去。是因为要读书的关系，是不是？所以你学舞学到这么厉害，是学了几年？五六年，但中间有停一年。停的是有受伤吗？还是不是因为妈妈怀孕？妈妈怀孕跟你跳舞有什么关系？他没办法载我去跳，太年纪太小了。是，所以因为妈妈怀孕的关系，所以是妹妹吗？还是弟弟？妹妹。哦，妹妹啊。妹妹耽误了你一年的舞蹈事业，是不是？也不能这样说，也是应该怎么说？她在中间也带给我很多乐趣。哎呦！所以你是爱妹妹的哥哥哦。所以妹妹有没有跟着崇拜你，然后一起学舞？她学芭蕾。是可以表演的吗？不行，还不行，他才刚学，还不行表演。OK， 他的芭蕾舞鞋没有要丢掉哦。Keep， 以后长大再说，长大再说。你在学校受不受欢迎？因为会跳舞的男生在学校，很多女生喜欢吧？对啊，蛮受欢迎的，就不想出去教室。啊？这么严重？为什么？为什么？有什么事情？因为想要在自己的班上跟同学认识的同学玩，不想再出去，然后出去会怎么样？所以你一走出去，会有立刻大批的女生围过来吗？没有立刻，就是循序渐进。对对对，像丧尸那样慢慢这样子吗？哇！还是说你有默默的，其实已经喜欢上谁了，在你们班上？没有，没有喜欢的。你现在目前没有喜欢的女生？没有。讲真的，以后未来你会一直想要走舞蹈这条路吗？对。还有设计，设计一些衣服 logo 啊，或是这么有才华，就一些舞蹈，对吧？所以他选择的两项舞蹈跟设计都是会大受女生欢迎的，对，而且都是艺术相关的。妈妈要做好心理准备，以后追他的女生会非常多。真的，谢谢汉汉，谢谢。这位先生，你觉得你女儿当第二位 OK 吗？我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没问题的，因为她已经差不多，她现在怕太冷，怕太冷，对，等太久。
所以等、啊、那所以 Jasmine 冷就没关系了，没有问题，因为辣的东西要趁热。啊，它是辣的吗？它是辣的，辣的。所以你已经可以接受它辣了？当然可以啊。他现在几岁？你现在几岁？二十可以啊，可以裸上身跳了。太早了，这跟年纪无关吧？这跟年纪无关吧？所以等一下是会有多辣？会看到腿吗？我觉得等一下看就知道了。OK， 欢迎。我怕他们会舍不得回韩国。有辣到这种程度？哎呦啊！所以等一下，他们如果真的觉得很辣到不想回韩国的话，也可以直说。OK， 啊，对对，好，准备好了吗，姐姐？好了，欢迎姐姐。梦醒时分。同风格国标哎，对呀、啊，没想到这三首歌可以跟国标融合。对，而且他完全抓到了国标的精髓。是什么？是什么？因为的话，我有说那个 EPEC 他们跳舞表情不能太狰狞，可是跳国标表情非常重要，对不对？要夸张，就是啊，对，他有这样，一定要这样，不然你舞蹈会出不来。嗯，要热情一点，而且要去吸引别人的眼睛。对，就是。嗯哎呦！知道这样是不是？姐姐说的没错嘛，很专业。哇！因为我以前是跳国标舞，我知道，我都有看。刚刚表现的非常好哎，谢谢。所以最后还融入了，你们应该不懂吧？十分钟的恋爱，你会觉得跟国标不搭。对。可是他跳的是街舞，对不对？嗯。小巧思在里面的。而且我发现他刚刚的笑容有很多，除了用力外，还是甜的。对，还有一些是那种瞪人的那种。对，小调皮的感觉。对，你要不要示范几个？就是比如说街舞的时候，你要搭配什么样的眼神？然后是像那个的时候。那我跟 AC 姐一起来。哦，我也要一起吗？可是我的表情比较老派哎。不会啦，我觉得。好，你教街舞。所以街舞的话，你会配什么表情？我应该是会就是轻快一点，因为街舞嘛。而且我觉得 S 姐应该比我专业。所以好，我们一起好，五六七。哇！眼睛有点酸。为什么叫眼睛会酸？因为现在已经很少使用那种怪表情了，所以你刚刚那个出去那个那个嘴巴张到什么程度？出去你说街舞的部分不是已经换那个是润吧？润吧还是润吧恰恰？对，润吧恰恰就比较热情浮夸一点，润吧就比较那个柔一点，对，然后恰恰就会比较热情啊，外放，嘴巴可以张大，或者表情挑眉之类的哦。所以你要有一个是最标准的那个恰恰的动作，然后配一个那个表情。哦，笑容的润吧，然后润吧比较温柔的。好，哎呦，很勾人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
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